贝的第一个早餐，阿贝第一个早餐就配着雨景，好浪漫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录影下雨是谁的问题？天气的问题。南岛第十四天，阿贝的第二天，10:25，下雨天，直接改行程，请问要去哪里？提卡坡。好，去提卡坡。下雨天拉车，我们到的欧拉妈妈是吗？欧妈拉妈啊，欧妈拉妈啦。好，大家在车上继续吃皇后镇那一间汉堡。那间叫什么名字？出发前就先买了，不错不错，好吃。现在很开心的听歌吃中餐。提前来了 Tekapo， 一路开过来，一路下雨。雨神，然后明天开始要下雪，我们库克山行程不知道还不能成行，可以，不管了，先吃日本料理再说，开到。吃个饭出来，下雪了。Tekapo。雨景，可惜天气不佳，接下来明后两天都要下大雪了，我们的行程会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呢？好笑，我跑到我们家面前了。被困在 Tekapo， 对啊，被困在这边了，我们只能等待。都是雪，是原浆啊。两个童心未泯，赶快还击。天瑞，哎，闪掉！这两个人，后面的Tekapo湖，现在要连拍跳，很好笑，先热身，不会了。这两个人太浪漫了吗？白色恋人哦，是在上演白色恋人啊。这个不像，这个裴勇俊不行。啊，你的脸怪怪，你好好慢慢切哦。我们今天准备要吃什么？披萨。披萨。刚刚有人拿这个高丽菜去干嘛？什么高丽菜？高丽菜。他没有要吃哦，鸳鸯鱼圆，然后库克山可以成型，对，它不能断哦，不能断哦，刚断，没有，那不算，从现在开始算。连尿尿无水的地方都决定了。啊！他飞起来好抢手哎！对，他们比较喜欢吐司哎，菜心还好。他没吃啊。对啊。吐司比较味道。对。那。我想快。
啊，赶快整一颗去丢水族桶，赶快做一颗去丢水族桶。哎、欸，我在录你们嘞、欸，白痴啊、喔！哎、欸。Sometimes you have to excuse me. I let myself get lost up in my mind. And I go to my countryside. Take some time, remember tonight. Sit by the fire, leaning back, watching the red sky sunset. Let those bare feet sway and sway. Feel that warm breeze in that peace.丢掉都丢啦！永远玩不完的、欸。好了好了，我闭着眼睛来看。不动，自我奉献牺牲。不行不行，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傻傻。Smell the fresh warm coffee pouring. Though I am far from home, home is not far from me. I can go to my countryside. Take some time, remember now. 大白车先转弯的时候卡住，小绿车跟在屁股后面无法过去，就往右边，结果也是在那边越来越靠近栏杆。被困了三天的 Takeover 今天雨终于停了，雪终于停了，我们电线全部被埋起来了。Take some time, remember night, sitting by the fire, leaning back, watching the red sky sunset. Let those bare feet sway and swing. 啊，这个阿贝来了，把雪带来了。我们困在 Takeover 三天，然后自己还绕着。南岛第十六天，路终于开通，我们被困 Takeover 三天。12:02，准备出发。我们放弃了库克山行程，好惨哦！我们好惨，行程啊！好，先去牧羊人教堂 ，Go！Choosing love in
midst of tragedy. When I met you, something changed in me. I'm better with you than I'll ever be. 'Cause when you walk into a room, life gets a little sweeter. When I look at you, I see a little clearer. Through the years and every change, we'll put up a fight. 'Cause you're my love, my everything. You are my life. 这是我们看过最大的儿童餐，大气的，真的很大。包含这一个餐哦，对啊，很棒，而且很便宜，是吧？困了三天，中午在 Take Apple 吃一吃，我们就要离开了，很棒。我们的车车在外面，外面的山景，教堂也在那边，可惜，对，可惜，真的是可惜了。受困 Take Apple 三天，我们来到了 Timaru， 然后靠山买了一只鸡，好，大家我们的旅程也即将，不要讲这句话，谢谢，即将结束，即将结束，还会不会有下一集不知道。大家如果看到标题写最终篇，就是没有了。好，大家吃饭。